大家好，我是守月的龙哥哥。我们看一下残雪的明世隐是怎么逃的。残雪被追杀没有关系，明世隐被追杀，首先用一技能向后抛，把信心大法吸在追杀你的敌方身上，然后你一边逃，他一边追，一路掉血，然后很可能你没死，追杀你的敌人死在半路了。这个套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女孩的心思你别猜，残雪的名字因你别追。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，点击关注哦。